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第28届亚洲杯快棋赛的决赛，由中国的李钦晨二段对阵韩国的申真谞六段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嗯。今天是亚洲杯这个冠亚军的决赛的棋，嗯。我们来在这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嗯。这亚洲杯啊，到现在已经历史悠久，都第28届28届，了啊。那么今年参赛的人员呢，我们国家的就除了李钦晨呢，还有一名是芈玉婷，也是一员大将。李钦晨呢，相对来说年纪要小一最点小，啊。是的。他这次的表现相当出色，啊，对，是的。赢了日韩的这个都最是顶尖的都顶尖是，的，在快赢了这个张许，是吧？对，半决赛赢的是韩国的李世石，李世石啊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那么这个申真谞呢，他在半决赛也是赢了韩国的第一人朴廷桓，朴廷桓，那么现在的目前等级分居韩国第三，这个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，就是说，因为他是00年出生的，现在看实在太小了都。好，我们好，先来我看棋吧。们来给大家来欣赏这盘棋。这盘棋呢，李钦晨之黑，这个申真谞之白。对，好，我们还有来小摆这盘目，棋啊，小目，对，然后加个错小小目目，错小目，对，然后他就直接挂角对，这是一个快棋比赛，了，非常快，下得非常快，然后都是本格派的，就是挂角，挂角，然后这是小目挂角，就非常普通，脱拖腿，而退也是走了一个最基本的定式，下面这个虎一个，当然是也有啊，这也是定式的一种，也有，走这个的，也有走这个，返家是反吗？家，对，反家，在这比儿。如说反家一个，比如说啊，在这儿走一个，你小尖一个大概，那么我粘上，对，你拆一，那么我星位再走一个，这样。这也是一种，哦，这这也也是很一种，普通，很普这通，就但是实战他没这么下。这样。这个实战，这个李钦晨他是虎的一个，这个直接虎这个，白棋也走了非常普通，这已经低位了，他还在那拆，然然后后他再对三尖反三家，尖反家，在这儿，还是小尖，小尖呢，他跳起来对，跳起来，你说这个和刚才那个哪个好？这个稍微虚，刚才那个实一点，了，我估计都有的啊，又难以选择难这以选择，个，确这个实，现在白棋飞压，非常普通了啊。我觉得这个阵势可能李钦晨也做过一些研究，他因为可能快对这个棋，形状，也许他喜欢。这个快棋还跟慢棋不太一样，那快自棋己前半熟盘的，没有时间想了，可能熟的，就，自己特别有信心的，那么就往上走。他不见得说一定好，或者来深究它，也不能深究。这个现在这就平常研究的结果，这快棋都主要都用这个跳出来，啊，跳出来又白棋赶紧把三三把尖三住三了，尖，这个也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一个形状，对。然后黑棋冲一下，下到这儿不能说谁一定好不好，也不能这么说 啊，早得很，现早在得看，很，大家普通走，手脚肯定也是大的，下面那就是说。说走别的定式也行，现在走，他是选的这个，这个是常见，最碰近一个，流行色，无有角就往上碰，非常多，对，那么但是这就，碰一个好像一般都是白棋这边有子的时候，对，现在稍现不在同，是对，人方家的向不子一样，他也碰上去了也不能说他坏棋，对对对，最近主要下的都下顺手人家了，这喜个，欢下这个好像，对，这个黑棋应一个这个也没说是。也还行，那下面白棋呢？你要说这个形状不太好找，说走这个也是一种下法。你干脆就这么照爬着了，来就一路是顺过来，跟吧？这个连上也可以。那就再黑爬棋在这，再爬一再个，然爬后再就长，脱先，对，就这么该走下也什么可走以。什么。这个呢，反正碰一个也能够给他继续下去，能贯穿的这个一土啊。他黑棋一尖，你再分头，这都慢慢下，这个也可以。这个也都不说啊，这个都没这么下，那么白棋走什么呢？他走了另外一个形状，他是飞的，飞这个，飞这个。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黑棋贴出来也是，无可厚非的，总是要往外争出头，你要不走也不行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加一个，
这个那时候我就有点疑，因为它是粘的。黑棋为什么要粘上？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应该跳起来。哦，您觉得跳这个很大？对，这样我觉得要跳，要跳一跳。这个时候我倒替李奇成，我说这个棋出头，哎，这个你让他走吗？他如果走这个，挡住，你就搬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嗯，这个也无所谓，吃一个子而已。哎，这个没关系的，这个长就完了。这个再走再跟着走，这个也无，搞半天吃一个子有什么了不起？但是那个跳一个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嗯。哎，这个跳完了之后，这个形状好了以后，你比如说黑棋往在这个地方走一个也是一个形状。对，黑棋往那儿大飞也是个形，哎，这个就是后续手段有的，对，嗯，哎，这样我觉得应该这么下。嗯，现在他没这么下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去粘上了，这个粘用白棋，我认为吃没啥意义。这个棋让粘一个，总觉得被他便宜了。然后白棋关键他后面的招很厉害，他被他搬了连搬连搬这招棋。摁着头还是要小心，因为你这是个软头，不敢动，嗯，不敢动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，你不能，如果不小心这个棋，那下面你要打了连扳单，那有冲断，不行，他现在长一个压住了，嗯，他就是蛮力给你摁在里面，先把你封进去再说，先把它封住，这个棋还不好补。哎，你走别的什么？这个你要粘被他粘住，他还不肯，就要打一下，嗯、对吧？对，打一下，然后再走什么呢？不走这儿有个断，你也受不了。你要补呢，你要粘这个太不好看了。你跳被他顶一个还先手，所以他走的什么？他是走的、这个。他粘回去了。被白棋这个顶一个。然后他又跳了一个。对，这个棋你被他白棋点一个也受不了啊。嗯，先手这个，你别看他爬那么长还没活，是不是觉得被白棋罩住以后，就白棋外面变厚了？不舒服。你这个跳之前可以先压他搬，再搬他退，这个也没意义，嗯，是吧？压两下也没意义，所以干脆他说我就跳让你白棋走，但是不管怎么白棋把你摁进去啊，又捞先手，我觉得那个跳很大，嗯，但是这个快棋啊，这个时候。粘呢是也是一个本手棋，可能也没太注意这么让白棋给白棋这个机会，就连续的给它压进去了。这白棋，但是白棋飞，对，对这个飞也是个，这个要走，单打争不掉，黑棋长，是吧？是不是觉得这一带白棋如果走后的话，这可能有打入会暴露出来呢？那倒还要现在。现在说白棋这有棋下，他往前走啊，嗯，你这黑棋不管怎么说是你要这两个子，哎，你得往外处理你的定型，嗯，现在呢倒是这个形状长出来，白棋是有缺陷的，嗯，白棋是走什么？白尖的，如果不走不尖的话，这儿有个跨，哦，黑棋可以单跨，哎，对，有个单跨，你这个如果你要不要白棋往别的地方走脱先的话，这儿跨一个你受不了。不管走什么，哎，对，你如果 就算这么跳，他也有可能去跨一个。啊，不，就跨你一下很讨厌。嗯，对，这就有一个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一个手筋，嗯，是吧？这是有手筋，断他都给打过去了，所以他尖在这里，哎，他要求把自己虎成虎口那个样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是为了防那个跨，他是要尖一个。哎，这个都是应该是，嗯，也形状。那么黑棋飞过来了，因为断是争掉了，别的没办法的飞，黑棋白棋虎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嗯，哎，但就这个形状。然后他再往这儿长。往长一个。先探探一下。白棋往上跳一个，趁机会跳了一个，跳了一个呢，往下，哎，这你得补，你得补，反正也算便宜一下吧。那个这个形状呢，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形状稍微还是。有点你不被它煎一个都不舒服，不如那个粘那么那么实在，但是这个棋啊后面还有个尖段，嗯，虽然现在没跨了，现在跨它冲了，段它能吃掉，但是它有个尖，对，尖刺也很厉害，嗯，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先飞这个也是要抢的，嗯，先想说你现在尖段它不行。现在尖断的话，白棋是不是贴一下，然后到哎，对对对，贴一下，这个、你大概断，它可能会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地方就行。你这反正也一手棋吃不掉吧？
他能活，那脚上反正是这活棋。吃了这个还不太但可是这个死掉也不行，能。都是暂时还放着不行，都间断有点早啊，有点早。那么他黑棋来了一个这个李清城啊，他是走的什么？他是当飞的时候白棋是飞的，对吧？黑他棋跳跳了一补下，一下，然后下一步回间去。断，黑棋白棋补了。这一连串的下法，哎呀，这是，你要说哪个一定好也难说，但是呢，也许会觉得白棋这个调子还比较好，下的顺畅是还吧？比较顺啊，畅，是还觉算好，得，也许喜欢白的也不少，对，但是这个棋还早得很，对，哎，早得很，因为黑棋的目数毕竟还是挺扎实的，一对。块一块，对，这三块，这是的，目数得清清楚楚的，对，白棋在目数上并不领先，不领先。但是现在这个黑棋该黑棋走，黑棋尖是要的，因为这个被飞过来之后啊，这块棋就要受到威胁。这里如果来了个大压了一道墙之后，啪一进攻，这个把黑棋就要受攻。这个尖先防一下，让你来攻我，这个是好点，哎，这是个好点，应该对，抢，应该抢。这被人家挂角之后哈，一般小尖是比较普通的比用较普通，法。尤其是过去老定式都是一挂马上就尖，哎，对，跟那个日本过去那个定式啊，这个太多了。现在倒是白棋的方向啊，有些迷茫，不知道往哪走了。它是尖的，它是他先靠了一靠了一对下。靠，这个扳倒不如单立，不如单立不一如个单好。立，干脆立本型是单立的。你现在如果对立一个单立对。这个单立就靠就给他，以后冲也还先手，但是你搬了之后以后有断，有断，他很讨厌他断一个，断一个比较有头点痛那是个吧？有有点他难受利一用下子，有利用，有点难受。这个搬了一个，他黑棋搬了以后，你不知道白棋拐了之后这一断他就麻烦了。他反正是这个棋就有点本型就应该立，这个都是小问题啊。现在是该白棋下，白棋这个方向现在有点迷茫，不知道往哪个地方走对，了。这个棋倒真的是有就不点太儿，好走，我觉他不知道，得，这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倒是你如果只是往这儿补一个，把它拆一个，他不肯，因为补被他拆不肯，所以呢，他是强行的走到这儿，走这个，走这个呢。如果你要在这儿动手，那我再抢一个，那合适了。但是黑棋这个棋呢，你既然抢了这个，黑棋也拼着命的，他就往这儿走了一个。他不肯让你这边再拆一个，是对，吧？不肯。这个觉得这下太舒服了，让白对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棋呢，它拆在这儿倒是一个是一个好点，让白棋迷茫一点。白棋这个时候，我倒觉得他是攻那面还是在这儿怎么定型呢？不知道。你说拆一个有点又不肯，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拆了，你干脆给他们就煎一煎，走掉算了，走着算了。我说煎一个，他如果挡，那我就要加强一下，先试试黑棋，然后看他是挡还是飞啊。煎完了之后，说不定你以后再碰的话，再怎么还好，先煎一个试一下也可以考虑。因为这个棋它冲你粘上这个段它受不了，这都是有很多先手可以考虑先煎一个。现在他都没走，他是走的什么？他走这个震的。反正我觉得这棋都很难下，我不知道应该下哪儿，尤其快棋还只有这30秒，个棋有点时他间都不够迷用，糊了。不知道应该怎么走。震呢是一个就是眼见的总想当头一震。总想当头一震，像这个棋你老放着不走，我震你一下，真的是相似比较好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这面没交换，直接震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不对？走的这个，跳一个，不着急就补方。兵来如将果挡，你再来，他可能是这个。那就往外钻呗，是对吧？你这个呢，他就跟着走呗。这白棋但这块是你容易这进个去，有可能，小心一动不点动得。你要这么来的话，他先这把个你要断小开，心，对。所以这个方向攻啊，现在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迷往哪。茫，如我觉果你这儿交有两个
接应完了再来。现在这个布袋啊没有形成，嗯，哎，他都有点迷茫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棋，当他跳的时候，白棋呢方向又要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方向又转了，他又往这儿走了一个。他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方位，是吧？方位又变方向了。嗯。但是你这个一走啊，有可能你的最初那个方向啊，有可能损。现在你冲断不可能了，冲断之后这一冲过来，有可能损了。对。哎，现在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干脆就再来一下，跳一个，嗯，给白棋给黑棋压一个，这几个交换呢，那也有可能你这颗子有损的嫌疑。但是他直接一步，他第二步他就不是先手了。对。他如果飞的话，人家大跳出去的话，就下不成这个样子。下不成这样，但是呢，他可能总就这个地方定型啊，有点舍不得，总想在这儿先做个预热，然后再说动手，可能有点这个想法啊。但是他走了这个之后呢，白棋他抢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啊，这个巨大，这个太大，这个是比较狠的。嗯，哎，虽然你的尖呢，我这儿又把你的路给堵了，你拆的路给堵住，走在这儿呢就比较狠，什么？你如果飞，我就冲断。是的，现在让黑棋飞不着了。对，这个是白棋就期待的。嗯，这个一作战，黑棋可能就麻烦了。你现在这不知道往哪走了，怎么处理呀？对，这个白棋可战，那这两个都做了预热，做了准备。那人家的位置挺好。哎，对，这都发挥了。是，这是黑棋，这个白棋希望的。嗯。那么你不飞的话，你说你往前跳，它也行。如果你往前跳，它也飞。小跳我就飞。如果你小跳，嗯，我就飞。嗯。啊，你靠我就长，你压我就长。就顺势而为。顺势而为，这个棋黑棋难受。嗯，你只要抓不住我这儿，你这先损一把，这个棋白棋也舒服。对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李庆成他，你别看那么小，他经验很丰富，知道这两个都是你给我设计的，干脆我都不走，我来个这个大跳，那俩我肯定不行的，干脆我来一个，那个肯定不行，就要放弃，找一个有可能行的。嗯，那边这个倒是还真是让白棋有点为难，为什么呢？他直接走，如果你直接走，靠断，这是最狠的了，这样行吗？这最狠，嗯，但是呢，这个棋他白黑棋也有可能来狠的，这要把它穿断了，这肯定得。对呀，有可能是这样啊，这个棋他反击了，是这个反击了，嗯，这个棋不好办了，这反击你自己身也很薄，嗯，不好办，你要这么来，你看这正好唬住，这位置都刚刚合适。这个作战真的是白棋没有成算，这就麻烦了。嗯、所以黑棋这个也很，李先生这招棋下的挺好，他来一个大跳，避开你的锋芒，让你稍微找不着方向，走不动。找不着方向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这个时候白棋真的是，你要小跳呢，和刚才那个跳飞、那个形状都差不少了。嗯，你小跳被他一尖一刺，然后他再往前走，你这个就亏了。嗯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找不着方向之后呢，白棋不知道了，他走什么？走搞了半天走个拆一，这个棋呢，那就有可能，嗯，反而说白棋黑棋来劲了，跳下去了。对，反而是黑棋，他这个通过这一走呢，他又找到自己的方向跟目标了。他这一跳，等于忙着你这块棋，你要给我处理了。嗯，他那棋本来不知道应该走什么，现在突然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方向明确了，应该这么下，让你不好办了。是吧？那这样的棋让白棋的形状稍微别扭一点，白棋走什么？你硬冲硬闯，现在都不好，自身还有问题。对，而且黑棋也不一定非得连上。你要硬冲，要他是最希望你来的。嗯，这个时候你来撞我的形状是撞我，我是最希望的，因为你自身还薄呢。对，他来了个这个是也是本形，横顶。哎，横顶。哎，你如果立的话，那我再用劲儿可能就不同了。嗯，你一立，我啪啪一顶，这一断这儿又断，那有可能哎就要成立了。哎，对对对。现在呢，黑棋也该防一下，
他也没去单尖，也没走，他来一个这个，来个这个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。他是不是待会儿就想二路，恨不得就直就接给他立，立下来？对，他当然想立呢。想立就你如果硬一个，我再立，那就不一样。他就是想方设法，那一立就是先手，马上你再补脚，而且你补一个都不见得行，没活，哎，他就憋着要立下去。然后黑棋飞了一个，这个时黑候呢，棋，这个其实这一代的战斗呢刚刚开始，对，就接下来还有各种激烈复杂的战啊，这斗个等复杂着很，复杂很，复杂很，复的。杂我很。们给大家留点悬念，也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第28届亚洲杯的决赛。由李清晨对阵申真虚，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对，到这儿，这黑棋小飞一个，对，这地方觉得这个双方都挺难下的这棋，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，然后战斗非常激烈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当他顶这个飞一个也是一个好棋啊。现在白棋呢找他这个找形状的，他在这儿靠一个。他要求先把黑棋切换，对，他希望他下这得个挺棋呢，狠这个下挺好。你如果搬他这一双，你如果走这个，他啪一断，哎，这个棋呢，白棋找到头绪了，他觉得要这么给你作战，把你以上后，面两个子切你断到就这很他再重一要，搬，那都对，是非常厉害的，是，哎，把你形给破掉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当靠的时候啊，黑棋不能重击，哎，他没有让他，哎，他是走这个，走单这个长，单长，单长呢，这个时候让你来动力。你要是我长的时候，你要是再来这个，比如说你要是硬来，这个冲断我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一反击也是很厉害这个黑棋不惧，因为它的。这个哎，退可靠22，这儿也有，进可但是立下去。他先反击你这个棋，你好像也不好抵挡。这白棋这边已经不好连了，哎，它，对，反正你连了这儿就连不上。现在这个错综复杂，双方就是说啊，都在搅在一起，就是说，你这个黑棋也不厚，白棋也不厚，白棋自身的毛病啊也一大堆，这个就是拼这个作战能力了，拼实力了。这个时候其实都搅在一起，都是很难说的啊。现在当互相毛病很多，都不要先出拳。先要自身补，自身呢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现在他爬了一个，是吧？对，爬他一个，是长的一个这个黑棋长。黑棋长，黑棋这个时候啊，白棋不好，马上冲了几，不敢。现在他走什么呢？他是走了搬到底搬，下了。他既然不敢冲断，被黑棋一立，那也很狼狈，因为这个是。角上啊。你的补单补，而且里面以后还得忙着补好几下呢。这个扳太大。现在黑棋啊，没有冲断，他直接就来飞，他来这破，现在冲击白棋了，他要这个求挺厉追害究你的问题，的。他觉得我的问题先搁着，不着急。那我先看看你是怎么连的。对，相当厉害，这相当厉害。这确这实个时候。很我凶觉悍。得这个时候真是这个时候考验一下白棋了，白棋啊，可能啊这个时候忍耐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小还是尖也小尖算了，算了，那这样黑棋是不是就把这个冲过冲来断了？对冲断，对，他要求先把也你断对开。这个时候没有办法，这个时候没有办法，那在上面再扣吃吗？还是怎么着？这个时候你要是。走这个也行，或者抠吃也可以，抠吃，干脆你就把它转换得了，我就这个算了，给他了。这样呢就是另外一种棋了，忍耐一下。这棋局就变得漫长了，不是说很激烈的那种。这个棋呢还有没有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样呢大概好像白棋啊是没有办法了，因为前面你这个被黑棋反击好像有利，但他没有这么下。没有这么下的时候呢，这就走他走了一个想让白棋先黑棋先难受的是，他走了一个这个，考验你是
粘还是顶。嗯，如果你粘，那么就不一样了。那至少是插一个断点啊。对，有个断了。那差多了。哎，对，就不一样了，下法不一样了。是啊，他现在是这个贴呢，有点过强，或者说有点过分了，是吧？哎，在这个会计当中也想试试这个黑棋，想看他的对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黑棋来狠的了。嗯，不过我觉得像这种就30秒的快棋，可能这种情况下要临时做出判断来，兼一个忍了，他一般是不肯忍，不肯忍。大部分情况这个时候啊都来不及了。我说在此之前呢，白棋如果先尖掉，这两交换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现在是不可能走得着的。我要尖掉这个正面作战完全都不一样，那完全多一个帮手就不一样，他飞起来了，他就差太多。现在黑棋来个狠的了，他干脆你那边都不硬了，我这个跨出来，现在就变成什么了，这个三颗是不是被闷进去，这个里面会怎么样？嗯，都是未知了，全都属于一种未知数，未知数，就是很混乱的状态，很乱了，很乱了，特别混乱。现在呢，跨出来，如果你搬我退，那这三颗马上做活，那就你如果一活，这个也危险了，这个棋就乱战了。如果把这个穿通了，嗯，一旦成立，白棋也碎了，这个地方一决胜负。一决胜负，我觉得李清晨这靠还是相当有魄力的。大胆，对这个棋啊，对自己要有自信。觉得前面白棋哪个地方防守啊，出了稍微稍微一个有点那个什么，嗯，有个地方防守稍微没太注意，嗯，使得黑棋哐哐两下给他要弄断，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了，走这个。这个必须得咬牙扛住。一条路，只有这么站了。因为搬退是不行，再来一下，这个棋也只有长。如果搬被他断，黑棋也不好。嗯，他就希望你挡我这一断呢、啊，黑棋没得走了。对，是吧？黑棋只有这一路，一路给你查到底分段。嗯，这个很厉害。他走这个，特别凶狠的。这个反正是我白棋贴，对你粘我就冲断。嗯，你粘这个我冲断那个，他就是。一路到底，这个也没办法。你说袜粘，它粘上这个底下死了。袜粘的话，袜粘它一粘在这儿啊，这个地方是断的，这个死掉它觉得太大。嗯，他把这个走了啊。对。黑棋这个时候来粘上对的，粘上对的，不要去虎，虎是恶手，单粘是最好。别凑人家去。哎，对，他如果他肯定冲过来了。他如果挡，你又再粘。你可以粘到一下，就差多了。哎，他这个棋是好的，这个棋啊，在这个时候应该说，你如果走这个是吧？白棋贴回来，他一粘，粘上难受。对，是吧？难受。你这个要不要补啊？对吧？嗯。所以他不行啊。对。那关键是他很，如果说很委屈的团上，他外面还是被跳出。是这个棋，白棋这个棋对杀，嗯，现在真的是有点难了，嗯，有点难了，这个棋黑棋这一条棍子弄过来，反正我不管三七二十，先把你分段再说。对，他现在挖一个，他你如果走那被他粘上个，这是个要点。嗯，这是个要点。这被粘完了，黑棋就很悠闲的，比如说先冲冲通，然后要先你这块你这还得跑呢。我想他是想这样吧，挡这个。哦，打劫。打劫，这儿劫财都有，不是这儿断是一大堆劫财、嗯，那这个劫就往上跑，这儿再拐冲一个。拐冲一个，对。待会儿要打赢了这个劫可能，这儿有一大堆劫，嗯，是吧？他反正是这跟做个劫呗，嗯，这可能是想这样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黑棋李清晨来个狠，他没有去，他没挡，没有挡，他是什么？在这个时候啊，嗯，他干脆给你冲断，这个相当强，这真够激烈的，下成这样，太激烈了，直接冲断。现在那白棋也没得办法了，这就没得躲了。没得躲，已经没法闪了。你这不能，现在没得躲啊！自己去，你扳它能断，你顶它能、这个都不行，只有冲啊！闪不过去，只有冲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只有冲，只有冲这个，他是冲，只有
不不不不不不，他是断这个的吗？不哦，不，他是断那断个，那断个那的，个，是断那吧？个，断那个，嗯，他是断的这个，嗯，哎，对，他断的这个，他断这个的时候，白棋现在能搬哎，这个对，你吗？如果搬这个，这个他还如果有搬这个，这个，嗯，他他就走能这个，拐，对，哎，不不，啊，拐这个，对，搬这个的时候可以搬，但是他拐在这儿，然后他粘上，对，他把这个吃了，他要求你把这受不了，吃通，是吧？哎，你这个得补，不补不行。不补还被搬回去了。哎，不，这个他有可能就贴了气，你也不好，哦，你得补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是吃那通的，先手通啊，在嘴里全之部后啊，通含了，在嘴里了。然嗯，后呢，他比如说往这儿一走，你这个棋在这儿一点，这白棋受不了这块棋，不是这个一点，你看这都吃通了，已经对，连全起部来了。通这一点你都活吗？这个棋活吗？了，吃那点儿太小了，嗯，这个活吗？你没看出来的，对吧？这个这活吗？这个都很危险了。嗯。这个白棋很危险，是，嗯，这个可能吃法可能又探究，但是呢，这个棋白棋，既是活都不行，不能这么哎，想，不能这么是想，吧？这个棋就麻烦了。不能这样。这个棋，白棋，所以说这个不能考虑，对，不能考虑了。这个棋它是走的什么？它是冲，是吧？白棋对，冲，冲的时候它黑棋断，断，所这以个他就棋冲也过是一来了。条路了，只这有就冲不过能来，搬这个，但是只能搬那冲个这个，只能走这个了，不能这么下，对，对不把那对？个粘了，先拼，嗯，哎，只有这样了，他打这又吃，是一条路，粘上。对，走成这样，那就是等于是这个棋和这个棋杀一杀，嗯，对杀，那么那对杀好了，他就做的这个，他拐了一个，哎，拐，挺嗯，好，他尖刺一个，那就对杀，粘上。这个棋呢？对杀，你要想杀黑棋啊，必须这个，然后他粘他上，粘这个，然后对，你得哎，搬一个，他粘嗯，住是先手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粘住之后啊，你不走，我一搬他就出挡来，出去了，你要最狠就是搬住，搬住，嗯，黑搬白住，棋就是硬紧着气，紧着气呢，这个棋，这个棋是黑棋快棋，他就嗯，扑一扑，你一提，他把这个紧紧气，这个棋气是黑棋嗯。快，明显快。因为它有外气，然后你紧完这不，气，它可以挤在这哎，儿挤这使，儿都里生外是，反正他就所紧着气掩杀，这个棋就是，黑棋明显他这个李清晨看准对，了，这看得黑很棋清杀楚，白棋，是他的，反正我把你这个杀了，也就解决问题了，哎，嗯，这个别的你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是不行的，这吃了肯定受不对，了，这个变而化且是它不没行，有别的地方都找不回来，找不回来这么大的棋了。嗯。当然，这招他也看得清。嗯，那么下面就是白棋怎么办？白棋呢，他是走的冲一个，对，拐冲了一拐下，冲了一个，对。这个冲一个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粘，对，嗯，挡他一挡，这个就给闷住了。嗯，那么黑棋就补了，他也这个不冲能，这哎，个，是这个的，算的。再补上是个先手，嗯，是他嗯。先手。白棋下面怎么办？那就是说他把吃这个了。对，他就那算了，这这个棋承看认来了，暂时那我他就吃不觉得着了。是死的，就刚才算他了。已经算着这个的，刚才我们摆了那个形状，气不够，对，气不够呢，我就干脆先放一放，把那个抠吃了。我要吃这个，如果把这个吃着了，也值了，也行，也行，对，对。这样一转换的话，黑棋未见得这目数便宜多少，对，也吃了，也是慢慢下也可嗯，以，但是这个时候黑棋来个这个，他还要跟你搅呢，不这地是方。他这个不能被吃啊，太大了不能是被吃也不小呢，吧？这个也不小，啊，这个也不小，的嗯，嗯，确不小，他是走的什么啊？他是走的这个，靠住，靠一个，嗯，这个棋就是让你不要随便活，先把你外面的退路去掉，走这个，嗯，这个是他的实战手，尖刺一尖下，刺。这个棋走了这个之后呢，黑棋也算活一虎的，不，他是也能活了，这个能嗯。活了。黑棋，总之白棋老老实实，如果嗯，只是退一个，当然是回家了。如果退一个回家，但是黑棋也活了呀，这样，黑棋活起来怎么个活法？靠这个活嗯，还是靠这个活？哎，你要是只是这么简单的活呢，这个白棋，
那我肯定要靠一活吧？靠这个，对，他冲加走。不，我要靠二活的。靠二活，靠二活可能还不见得，啊、因为他搬进来也有可能性。搬进来我就返家。返家，那个、嗯、那是一个变化。嗯。哎，比如说啊，他是靠在这儿，是吧？对，这靠在这儿。嗯。但是这个变化挺复杂。嗯。对这个，它有个己，啊，还比较讨厌，哎、你如果只是这个呢，它有个断，它团打，哎，团打，对，它提了，对，它扑一个，它不要扑，啊，不要扑，好棋，它不扑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比较好，对，对，单粘，单粘，对，黑棋单粘，单粘，这个棋呢就。基本上是没什么了。对，这个好棋。我看着好像白棋不太行。好，这个好棋，这个白棋不行，单粘不能扑、嗯，一扑就完了。扑了被做成一大头鬼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白棋不行的，参个扑。嗯。这个白棋不行，所以这个白棋看来不能走这个。嗯。是吧？白棋不能走。是吧？嗯，不能走那个。他白棋呢？他是实战呢？他没走这个再往。他是当走了这个之后呢，他这招棋没走，他是硬要杀这个黑棋。他走了什么？他尖了一个这个，黑棋顺势把这个尖先手、嗯，这个时候黑棋他腾出手来了，他把这个冲了一下，白棋断了之后，先把白棋断开。这个加一个特别狠，下的比较狠。这招棋相当。他要求追究你这整个下面的白棋。这个棋跟这个要对要跟你杀了，要杀气了，他。不能立啊，立了被长了，他是这个棋粘住。嗯。黑棋这个时候呢，他是走什么了啊？他是走的尖。小尖。小尖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跳一个，也可以考虑跳一个。哎。这如果立下去的话，就把这个挡回来。哎，对，你就这样跳一个也杀气的话也那什么。这我觉得和黑棋是不是可以度过杀气啊？对，这样杀气黑棋的胜率高，我觉得好像白棋不容易杀，白棋不太容易，看起来是吧？这个如果他立下去阻度，这儿还可以挤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儿粘一个还能让长气，嗯，这个黑棋的赢的概率很高，我觉得黑棋有可能获胜。这反正他冲这个的话，我就从这儿冲回来就行了，没有影响。把黑棋应该跳，或者是这个棋啊，这跳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对，哎，就看得很简单了，是吧？对，看得很简单。他没有跳，他是走的这个尖，他下的特别绷得特别紧。对，尖在这里，这也是快棋啊。他走这个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觉得你再走这个还来得及。这儿有一个袜，有袜断。哎，你走这儿有个袜，嗯、你如果跳被我这一袜断，你就受不了。嗯。这个也是个，你要跳他一拐，你走这个也是不错。嗯。但是呢，他这个时候李金城啊，他没走。实战啊，我们看这个时候非常复杂的，他走这个，走这个时候，嗯，他走什么？他去飞的。对。嗯，他飞了。那人家拐是个先手啊，这拐是先手啊，是吧？拐。先飞了一下。先飞了，黑棋飞的。哎、然后白棋拐。白棋拐的这个。啊这怎么办？只能冲这个，不能吃这个。吃这个被人家粘上去了，对了，太不够。他长气了，了长完气，最关键是他不去立了。嗯、你要立了，我就虎一个就回来了。嗯、他关键他把你的要点占了，这个挺关键的。点在那儿。点到这儿、嗯。点在这儿之后，这个情况有点复杂了，不好办。看不清了，这是。本来你这个子在跳在这儿、啊，完全看不清。他杀气是很好算，嗯、也很好看。那个棋应该是都基本上没什么变，现在这一点就不同了。他这个棋走在这个，只能走这个。嗯。这一顶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往上顶。往上顶是没有办法。啊、哦。没有抵抗，他走这个。度过。度过。他现在粘不上了，主要是。对啊，吃粘不上这一下，他只能这直接度过。度过，对对对。然后人家哎，等等，这个时候是个关键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关键。是吗？啊，哦、我觉得这个时候关键。这个时候，嗯，我觉得单提是比较好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了。这个紧气，这都不好。对。
这个时候如果他把气给撞气，撞自撞气了，撞气了。这个棋应该单提，这个棋啊就是单提，白棋单提的话，黑棋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麻烦。嗯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麻烦的感觉？嗯，走什么？那也得补啊，不能走这个还是走这个？只能团住，团这个啊！我下个先手吧，好歹，然后把这个提了怎么样啊？这样能杀得赢吗？这一扑，这个棋啊，我跟你说，杀不赢感觉。这个明显杀不赢，好像。这好像白棋气太长了，看着。这个。黑棋的气我怎么觉得不够啊？嗯，气明显不够啊，明显不够。嗯，是这样吧？对，嗯，黑棋气不够，哎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对杀最最关键的地方。这个问题是黑棋吃了这个，不跟人家吃了那个交换，它不便宜。这个死了肯定不行。那个不便宜。死了不行，如果这不叫转换。这个死了之后和这个不叫转换，这肯定又败了，嗯，这是不行的，这个棋啊，就我们看不够那样，看看那个他的实战啊，实战这个时候是相当关键的时候啊，这个韩国这个小将啊，他走俗手了，他走挤了一个，他去挤一个自撞，对这个棋的话，你撞气肯定是不能干，走在这儿，我不能去。我提你大概团这个是个顽强，但我不能去紧气，嗯，放着不走是最狠的。嗯，他是走了一个这个，这是撞气了，然后被提掉。对，这没有这个必要。这个时候那也应该也得团。哎，对对，这个时候给他粘住，这个一下，这个紧的气要命的。对，他本来你是单团，这个不紧。哎，对，现在呢，这个和这个杀气啊，已经不能杀了。嗯，这个棋因为你自撞了一下，你要再去这种刚才那几下啊，已经不成为对，肯定是杀不赢，杀不赢了，因为你自撞了气，这是个差好几气呢这一招棋。然后你只能是跟这个战了，他只能那个是杀不赢了，只能来跟这个来了，只有来杀这个棋，跟这块杀。对，是吧？只有杀这个，但是这个杀这个呢，你也是胜算渺茫。嗯，就因为你这个去挤俗手，这是断送了，断送了，断送了，撞了一口气。这个断送，哎，这个也是俗手，这个先打了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这个棋，这个打完之后就出事了。哦，这招棋不要打，就已经黑棋啊，就已经拿下了。我们说这个啊，我们这招棋。先不要，如果不打，假如说不打，假如不打就单走，不管挖哪个都可以，嗯，哪个都可以，随便哪个都可以，嗯，挖这个也行，反正是挖一个，哎呀都可以，哎，这个棋呢你就大概这样，哎，我就提掉，这个我再打，粘上，这个都可以，嗯，跟实战一样，这只是这两个没交换而已，他就别撞那一，别撞这个气都不能，那个不能随便打的。现在这是要命的。现在关键你不能，你这儿紧气都不行。你如果紧这个的话，我就、这个气啊，我再打就可以。那我再打就行了。都可以啊。哎，这你也不可能紧我气。紧气我直接一叫气就行。哎，对了，他只能粘。不贵，哎，粘。那这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再扳粘，哎，紧着紧着气就行了。哎，对你大概是这样，你只能紧气。你那个没有气了、只能紧气，然后黑棋先手双活，对你只有这个，但是关键这个先手双活之后啊，嗯，白黑棋该把这个提掉补一下，关键是那边白棋气太紧了，不是现在是这样，他杀不赢，里生外熟，对啊，他那块死的，你这个是死棋，那块是死的，这个棋你杀不过这个，嗯，这个就等于死了，死了的也就意味着这个死了，等于是这叫里生外熟，这个棋这个黑棋没问题，这个跟这个双活是假双活，因为你这个是死棋。嗯，现在你只有一条生路跟这个杀，嗯，但是你杀不过。这门是软，杀不赢，杀不赢，哎，杀气杀不过，所以这个棋变化，下到这儿，就是说黑棋只要不打这个就已经下完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往回看啊。现在这个棋呢，就因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如果啊，还有一个，你如果不打，就刚才是这个，
打这个，粘上，嗯，走这个，他就点，你再挡这个，我就挡住，也没事儿。不是，你现在你不能做吃这个了，吃这个它可以扑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如果吃做一个眼，我一扑一挤你就歇了。如果打完之后，假如这个时候，嗯，你打了一个，你先打完之后，人家就做眼了。啊、哦，有这个区别了。嗯，如果你先打完了之后再做眼，你黑棋没招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棋不对呀、啊。是这样的啊，如果说他这样的话，现在黑棋、嗯、现在该白棋下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白棋呢，他可以景气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棋啊，这个棋我怎么？后面黑棋走的什么啊？后面他没有挡这个，他是团了一个收气。啊，对对对，如果团了收，如果走这个，他现在有点担心什么呢？就担心人家可能是粘在这儿。粘这个。嗯，粘这个的话，假如说黑棋收气，他不管怎么收，反正，随便你怎么收啊、嗯，他打吃，他只要这两下先手。嗯，那个不能走。这个不能走，反正就是一样，反正一个意思。对。他收气，他有个。他得先走，然后他有个一路搬的手法，他之前有个一路搬的手法，哦，一路搬完了再打吃，这个可以长期，他弯掉。哎呦，这个太复杂了。对，就我们看看啊，我们看看。之前我也是摆这盘棋摆了很久，非常复杂的棋，摆了很久。我们看看他这个打吃啊，来，我们恢复到这个实战，嗯，实战。现在实战他走的什么啊？实战是这样的。嗯，他先这个，反正这个不要打吃。他先团打。团打，对。然后呢，他现在直接收气呢是双活。双活。但是双活有一个什么问题？就双活完了之后，人家可能就直接搬了，就这两下走完了，他单粘，他可能怕里面这个杀气不见得杀得赢。哦。然后杀不赢，他先把这个长了。对他那个走，他把先搬那个走。这个把它长了。嗯。即使你把那个吃了，我把中间吃了的话，也不见得。哎呀，这个白棋把这个粘上，这个粘上也是特别。实战，那我们看实战啊、嗯，他是没有走这个。实战就是黑棋团打了一下。黑棋团打了，嗯，好，我们看。他团打了一个，粘上，上然后底下就下成这样。他没走这个，然后去走的、这个。他团了一个，团这个，嗯，团这个。他团一个是对的，我觉得。团一个对的啊。他团一个是对的。他，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棋。对他一个，他长得你如果下来，他又断了。嗯。这个棋是一个急招。嗯。他侯着。然后度过，打吃，打吃，他虎一个，虎一个做眼，提劫。嗯，提劫这个之前他卖了一个劫。对，之前这个棋应该是他不应该卖的，损了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像赌秒了，可能。赌秒了，他损了一个劫财。然后他弯了一个。弯了一个，找了个劫。粘上。他提劫。提劫。嗯，对。然后黑棋在这儿 冲死了，那就把这个解决了。这里已经全死了，这就粘上一段，这气不够。对对对，对正好粘上走着，他紧气就咔一叫吃接不归，没法，他把这只有打这个劫了。吃提掉。对。然后白棋幸好这儿还有个劫财，要不然就完了这棋。这白棋。他提一个，但是这样这个、黑棋把这边都吃掉了。他把这个提了，嗯、他把这个提了，总算这个算逃出来，但是这个死了。嗯。黑棋把这个再把这个提了，做因为他。还来不及吃那个、嗯，是的。但是这样的话，这个都死了也是不行，很巨大，确实也是不行。嗯，这个死掉也不行。嗯，这个死掉虽然这个活了是、嗯，总没有这个全军覆没。但是这个都死了的话，对，还是完。对、嗯，就这一代的对杀其实还是很复杂的。非常复杂、对，非常复杂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回去自己再摆摆。哎呦，这个非常复杂。复杂但是呢，现在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黑棋把这个也算，因为锦气也都气不够了。对。黑棋是成功了。是。嗯。然后白棋把这个粘上。这个很大。黑棋。但是呢，它能够在里面清消。这个只要那个死不掉，它、嗯、这个还是大的。嗯。现在是。它点。点。他挡下来啊，挡下来，对，这都进攻啊，是吧？那拖一拖，他扳住，他刺了一个，刺一个是个实战手，断上，现在冲一下，冲一个啊、嗯，对，白棋冲一下，哎呀，杀得很凶啊，这个挡住，粘上，
他这儿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对，他一打吃，他打这个，打到底下，打在这儿，然后黑棋把这个打住，打了踢掉，这个时候黑棋跳了一个，这个跳这个是挺大的，太大了，大家看不知道为什么跳呢？如果不跳啊，如果不跳，白棋呢就在这儿搬一个，一路搬。对，一路搬，这你大概会走这个。他只要有劫财，他就走这个。你叫吃，他一吃这，再就是一连回来，他全连回去了，是很大。嗯，他实战这一跳呢，等于全部跟一个扣进去了，全部扣进来了。对，这全所有的子全部留下，全部吃进去，所以这个本身很大。李清生这个下的看得很准，对，看得很这个很准，对。局部现在呢就收官了，这就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的了啊，那就。他是冲一个，啊，这儿先打一下，对他打了一下，头打是吧？打了一下，他踢掉，对，然后再长一个，他这么打，这倒是这个舒服的啊，他当时在还收了两下，但是呢，这棋已经不够了，棋不够了，对，确实是黑棋好，这黑棋优势，黑棋在那儿立一个，是吧？跳了一个，然后又弯了一下，对。而冲呢，他就把这个跳进去了。对，这个一跳进去，只要不死棋就输了。棋，这控是不够了，这一代还是损失太惨重了，应该说。这个战斗是最主要的，没错，这个地方变化非常复杂，对，非常复杂。但是白棋这个地方是有机会，我看。不要去紧这个气，他别挤那一下。扳棋是他的机会。后来我们这个看了，就是他挤这一下，紧了一口气。自紧撞气，差气。对，一下子太多了，确实是。那么这个最后两位年轻的小将对决呢，是以我们的李清晨二段中盘战胜这个申真虚告终。那么李清晨也夺得了他第一个。亚洲杯冠军，也凭借亚洲杯冠军呢，他是直升了九段，恭喜李清晨这么年轻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